尊敬的茂屋乐邻居敬老院全体李监事，亲爱的公公婆婆们，大家好。敬老院创办至今，经过不断发展和扩建，成为一个占地将近1公顷，拥有139个房间，居住着近百位乐龄朋友的温暖和谐的大家庭。你们用25年的关爱，带给了乐龄老人们25年的欢笑。你们让夕阳之花绽放了更绚丽的光彩，发扬了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。我谨向敬老院创办人和管理团队不懈的努力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今天在这里，我要特别与大家分享一件可喜的事，就是我们25年前第一位住进敬老院的郭妈夏，今天也在现场，与我们一起共度这个欢乐的25周年庆典。让我们用温馨的掌声祝福这位活泼身心康乐，健康长寿。最后祝福茂屋敬老院越办越好，祝福所有乐龄朋友福寿双全，安享晚年。谢谢大家。